小小妹儿，今年的双十二你们在家哈都买了些啥子？给你们看看我这一堆。我说有些东西是几块钱抢一堆，你们相不相信？你们肯定不相信。我先把选出来给你看啊。这一堆东西就是比较便宜的。先看这个9.9抢的洗油烟机的，9.9三瓶儿，毫无用处。咋的没用处？油烟机不洗吗？这个是25.5抢的。20多块钱就给我买个保温杯回来的哈，还带温度的。这只能说你交了智商税。啥子？你这不会过日子的人，你永远买不来东西。这个也是9.9。我想到现在为啥人都喜欢9.9、19.9、29.9？9.9跟10块钱啥区别？是噻。19.9跟20块钱啥区别？你们说。洗衣凝珠9.9抢的4包，一包里头有好多块儿。8克，8×2，2×4，4把好多，4×32。哦，32套还是可以啊，看9.9，可以洗32次衣服。这个是29块钱买的，口香糖一大包的哈，我来拆过来尝一下啊，你看它还是这种的。以前我看到别个吃这种，就觉得那是一种高端人士。有时候吃了大蒜儿，来一块儿。我不做高端人士。来嘛。我不做高端人士啊。你早上吃大蒜儿。我没吃大蒜儿。这个是我抢的面膜，一盒里面10片儿。现在面膜这就5片装，人家这个10盒的补水面膜，99.5，投好多钱一盒啊？就是9×5。你就100×5嘛。哦，20，这我算到。20块钱一盒的面膜，10张，投好多钱一张？2块钱张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觉得你不应该用2块钱的面膜。那我用。你应该用点高级感的面膜，就比如你刚刚吃了个口香糖一样。这个48.5买的洁厕液1片儿、2片儿、3片儿，玻璃擦玻璃的1片儿。2片儿洗衣机出味儿的，我有的时候发现你买些50块钱东西完全没用的。我看到一大堆。这个是18.5加99加25加9.9加9.9加29，221，还是不便宜。现在便宜的看完了，给你们看贵的啊。这个是我买的破壁机，这个破壁机100多，买来干啥子？我也要过一下精致的生活噻。都用2块钱的面膜的人，你觉得你的生活很精致吗？你不要拆穿我行不行？我不说哪个晓得，我从来没用过这个玩意儿。以前我觉得是高端人士才配拥有。有高端，今天的标题都怕要有高端二字。这个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一个羽绒服。我给小二娃买了一件，我那天告了一下好看，我又去买了一件。这个羽绒服买的比较贵。400多块钱的，今年多少钱？我你看你过。啊，这是我送给我们两个人的新年礼物，看看情状。好不好看？来，摆个 pose， 放两盘腿都可以。我穿这个。王八蛋！来！现场翻车！你好重，你该减肥了。啥重100斤都不得，踢你就。我还说来个公主抱，结果公主抱抱不起来。我们的礼物都齐了，怎么能少了腰马和3两呢？阿胶糕、冬萝拌面汤4盒，看没有？够他们吃好久了。这样就是1份，都是3两的。现在把腰马的装起。这个是我买的最值得的东西，这么1份啊，我买成298。现在你去买应该买不到这个价格了。直播间秒的。这个还没跟你们说，这个1块钱抢的，这个也是1块钱抢的。我在这想，商家他不赚钱嘛，1块钱给我包邮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那个阿胶糕，丢下来就可以吃。就是这样子吃。进去走嘛。这个铜砖我不装，我才去腰马那里啊哈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打开就这么吃不剩，你看。哦。啊，这种个，就这米片儿。哦，该吃糖羊糕。哎，早上一片儿，晚上一片嘛啊。嗯。好，这奶都够你吃好久了。你想得周到，你是。哎呀，没事。买那么多。你看，
哇，身体一天太劳累了。我走了，坐好